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周雨桐。就很像是我自己衣柜里面会有的我自己的私服，然后每一个单品都非常的百搭，然后在任何的场合下都可以穿，是那种很无性别的搭配，既可以穿得像小男生，也可以穿得像一个可爱的俏皮的小女孩。其实我自己平时的话，像今天的这些套装啊、西装啊，我这一身在日常上还蛮多去穿到他们的，搭一些彩色的袜子或者黑白的袜子，然后在饰品上再做一些细节上的呼应和处理，就非常的有趣、轻松又时髦。其实像我今天这一身湖蓝色的套装，我个人真的是超级喜欢，不管是在家在懒人沙发上躺一天，或者是我去遛狗碰到喜欢的人也不会尴尬，我轻轻松松就赢很大的感觉。 OK，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，拜拜。